奇怪的主题，然后我想问一下，这边有人是在写程式的吗？就是不一定要专门写程式的，就是有写过程式，然后交作业或什么的。都有吗？对对，好。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他想要跟我解类似的方程式，可是又
少，还是有少数，但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那这个在十几年前是很难想象，因为底下其实是两套不同的光能系统的作业系统，然后最后被商业公司拿去做一些包装，或者说做一些改进，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产品。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就算你不知道 iPhone 有什么，它已经在生活里面的各个部分。那其实就是说开放这件事情嘛，说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用就是那个Google Doc 上面的案例来讲的话，说它不是一个大家很习惯的方式。就说如果你是一个写文章的人，你很难叫他说，哎，你先随便写一下大纲放出来，然后有200人帮你写完，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很难去想象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合作。哦，除非你是在刚好什么这个社群里面有参与过。那像这一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设计师，他是女生。哦，所以他在他的年代，他可能很难想象说今天的软体开发会是这个模式，会是这么多人的同时在进行。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想象说，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不管是资料收集、编写，这些东西是有什么其他的？其实是有 ，PDB 两大概可能，但是2000年之后开始用，然后它就开始爆炸性的成长，然后就变成说，在古代是不可能说任何人都可以来编来成书的，没有这个习，对，一定是某某学院的巴拉巴拉才可以去进入这个编辑群。那所以在 PDB 来讲，它其实有点就像 Power 什么。他把你想要改的东西贡献出来，然后把它变成 consolidate 成一个就是说文章或者说里面的各种东西，然后让这个东西可以去被重复的使用。所以一般我们知道 Wikipedia 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他会知道说所有人都可以去编写。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个编写的成果是一个公开授权，任何人都可以拿去再利用，只要你符合某些条件，比如说标注说它的来源。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让他参与的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你写的东西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是某个组织，你写的这个东西出来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那举例来说 ，Wikipedia 上面很多文章，那有人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用 timeline 来显示一个事件。有时候在 Wikipedia 上，只要有这个是事件，甲油事件，对，你要知道甲油事件这个配置的话。然后上面有一些特殊的 markup， 比如说它几页它发生的事情，那它下面就会帮你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 timeline， 可以去 scroll 去看到说，哎，哪一天发生了什么，就这个事件的进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那除了像 Wikipedia 这样的东西，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像画地图，那大家知道就是反正有 Google Map， 可是 Google Map 的东西的图资不是你随便可以。你没办法去说，第一个时候你没办法随便去加上东华大学的每一栋校舍，好，就昨天刚好在看说这一栋在哪里，就看OpenStreetMap上面没有，但是OpenStreetMap上面是有，好，所以就有人上去的话，他就会有这些最新的资料。那像他这个就是完全是就是告诉所有
那这里有选择一点，每一个点都是一个绿地，就是一个房屋，然后它的颜色显示说它盖的时候离现在多久，所以越浅的是越新的。那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之后，因为知道有抓下来，所以大概就一两天就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台北，那右上角那边是内湖，那边就盖的比较新的那片区，啊，这个就很有趣的研究。那其实当这些资料被大家取得或可以应用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下一步是说，你怎么样去回馈，让这个资料里面的品质变得更好。比如说本来是有一些错误的，或者是有一些inconsistent 的地方。好，那我想举个例子是说，有一个 project 叫做蒙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一个跨平台的字体，在网页上、手机上都可以用。那它非常有趣。那其他的它的资料来源是教育部的国语词典，然后台语词典、客语词典。那这个词典把它整合起来，变成说，你可以查一个词，它在不同语言的使用的方法。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界面比较好用，就是说你可以滑鼠移上去到这个范例依据里面的某一个词，它就跳出那个说明，然后可以一直这样看下去，就可以看很久。那这个发掘做出来不久之后呢，其实就有一个法国人，他就说，哎呀，那我把这个英德法三国语言全部整合进去好了，所以这个突然变成多种语言的一个词典，非常厉害。然后最近有人在编阿美语，然后昨天好像有人在编藏文，赶快加入一下。对，好，那是这边一个群众参与的一个很有趣的发掘，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在处理一些语言上，哦，上次还有一个越南。汉乐词典还想要整合进来，那所以变一个还蛮有趣的平台，变一个巨大的词典平台。那其实，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教育部还有推出一个活动，叫做词典瞩目，它就是请大家帮忙抓错误，就是因为这个词典已经大概二三十年了嘛，那里面有一些比较叫什么？之前有个新闻，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是说这个词典里面有单身公派这件事情，然后就被大家拉说这个。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词条删除。总之，这个就是他们希望用群众力量来去看到说，词典里面该有哪些可以改进的部分。好，那后来的成果出现了，我就发现这个有5000多笔改进的资料，那其中蒙点贡献的4000多笔。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可以写程式做。啊，就是蛮大一部分是说这个词典里面它很多依据，其实它是一个话题还不错的词。那如果这个例句有两，比如说有两个词条，它都 quote， 就说有引用这个水调歌颂这个词，好，然后它引用的词里面就是有就是这两个词它引用了就差，就是那同一句话，但是看起来字很像，但是只有差一两个字，那可能表示是说有一个调子错误，对不对？那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抓出来，然后让大家去看嘛，就是。你可以去选说，两个都对，或是无法判断，或是你选 A 或选 B， 然后你可以附上理由，或是附上说我是在哪里查到的，然后我是不是非常确定，还是我不是很确定？所以这样子有1000多个词条，可以看到下面1000多个词条，然后最后是变成是说确定说每个词条都有5个人以上看过，所以5个人就可以选说，其实3个人觉得是 A， 2个人觉得是 B， 所以然后或者说5个人都觉得是 A， 所以大家我们非常确定这个还是。所以用这样子的crowdsourcing的方式去检核这个词典，然后就把这样子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应该觉得改成这个才对，然后备注非常明显这样子。好，那所以就用半自动的方式，其实就让这个词典的quality 改进了很多。其实我一开始想要 demo 一下，就是在身体，所以就转换了。是电脑先好了。因为等一下那个立法院就休息，就没有电脑。这个是我们上次在雅虎开会做的一个东西啊，就这边有人看过立法院的转播吗？有吗？很少的。对，其实这样那个系统非常难用，就是说你一定要 ID 嘛。
一般人其实不会去看多法案内容，像最近比较
这个东西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去下 summary， 说这个法案是为了婚姻平权好的。好，然后它是，然后对应到议题上的话，它是针对婚姻平权是正方还是反方 ？OK， 所以因为你直接用法案的连接，你没有办法说看到说支持这个法案的议员他是到底是反对我们还是支持我们，所以需要有权利。好，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平台让大家去看。那还有一个有趣的话就是说世界各国的宪法比较。它就是，针对世界各国，你可以去看它的妇女议题，它有没有歧视妇女，或者说它有没有歧视不同种族的人。好，然后这个还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杠的这个是说它的宪法整个材料重叠，所以你可以看到芬兰和瑞典，哦，他们其实都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材料重叠过。对啊，以前我想象说，哎，这个修宪就算了，可是宪法材料重叠是一个蛮大的事情。尤其世界上还蛮常发生的，所以就是当有这个界面的时候，就其实可以把这些资讯看得比较清楚。哎，这边有人是还没有投过票的吗？年轻，好，那其实大家知道，我其实投完票之后，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当然你的权利，就是说我们投票其实是一个把我们的权利交由某一个人代表我们行使的一个工作，但是你投票完之后，你可能就是四年之后才能够，你没办法取回来，只能把它交给后面。那所以这个是在德国还有一个尝试，他们叫做海盗法。他是说，其实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民主的结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是支持某一个人，而不是支持某一个议题 ？OK， 那我当然我可以相信，根据某一个议题相信某一个人。比如说经济方面，就是它可能跟数学非常复杂，我就相信这个下棋。OK， 所以只要我表达我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所有经济的议题它都有可能影响。但是随时当他今天暴走的时候，他觉得照顾比较重要的时候，我就把这条收回来，投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的议题的另外一面向。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概率政治其实是在西元前500年开始。所以到现在2500，我没有看它。那但是2500以后，不像有网络嘛。以前那个东西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希腊的世界民主是每一个人要到城外的一个地方去聚集、去讨论、去辩论。可是不可能现在大家去东方大学，就到全台湾人来东方大学讨论某一个政策，这很困难。但是我们网络是不需要这样的 app， 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网上做。那这个是德国人他们设计的系统。那其实。德国他们设计上不是很好用，所以他们现在参与率不是很高。好，所以我们在想说是不是可以重新把它设计过，然后变得更友善，然后让大家手机上就跟他说，我们在讨论什么议题，你支持哪一个？为什么支持这个？我说我觉得这个议题不错，但是他应该要再增加某一个方法，这样子的东西。OK， 那讲这么多，就是最常会问到说，就是政府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反政府？OK， 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想象的是说，我们知道政府好像是 GOVT 的，大家最想上的可能是西藏的。那我们在想象的是说，我们把它换掉变 GOVT， 那有一个重新思考政府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从来不会看报纸，我不可能什么事情看报纸知道，早就在网上看到。对，那其实我们这算是一个数位时代，就是我们的资讯来源跟上一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只是来源，而是获取的方式，或者整个这个资讯流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去思考说这件事情。那其实在居里民就是政府啊，他们在这里面主要的一个沟通的管道是 Max， 就是一个线上的电视。那因为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00多个不同的人出现过在这里面，
食物非常重要。对，那其实黑客松的想法是说，就是很短一段时间快速的做出一个东西来。好，所以早上九点半的时候，大家就来介绍说我有什么发现，然后我需要什么人帮忙，然后到处就聊天聊天，找到看谁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一直写程式，一直写程式。好，那到最后下午就 present 两个小时过，所以对很多人是很难想象的，一天就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好，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欸，真的可以吗？一天就每次都非常惊讶，就是有非常多超厉害的成果，就是很酷。对，好，那所以其实那个你是我们现在已经超多人参与，就是很多人都贡献程式嘛，或是贡献不同的想法。好，那它是一个还蛮大的团队的体，然后每个人用的程式语言都不大一样。好，所以这怎么办呢？其实蛮有趣的，其实，那所以。其实，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我们有什么 TSD 组的使用，然后是使用 JPG 语言的。那其实这些都蛮赞的。那不知道大家有看过这个图？我之前在讲这个福茂黑箱的图，那这个是一个人画的。好，那他先画草稿，就是没有，当然没有着色，就是没有画，然后大家可以理解。然后哇，好像有一些完稿是其他人帮忙，所以你可以想说，哎、欸，画图这件事情也可以 collaborate。然后现在每一个小人都可以抓出来独立的应用、独立的 reuse， 非常厉害。然后他的授权是，就是 do what the fuck you want， 就是真的有授权嘛，就你也不用标注来源或是干嘛，就随便拿到。所以没有区别。那所以在尼斯的嘛，主要做事的方式就是很像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就说你可以想象说，像这个是一趴，他不是写程式，然后他做了一个梦。我想象中立马认同他应该长什么样，什么功能，什么功能。那后来就会有人接力，就是说 ，OK， 我把它做成一个 markup 就是说它是假，但是它已经快要变成的。啊，资料是假，但是它的结构这些东西是一个真的 HTML， 是一个网站。好，那所以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人把真的资料喂进去。那比如说像是这个意愿影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个意愿影城。医院一个系统，对对对，对，然后后来莫名其妙就做出来，就大家刚刚看到那个 case 游戏，反正游戏也是当天突然想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非常好笑。那所以其实就是一个 collaborate 的过程，说像左上角是这个一开始我们随便乱做的东西，非常的丑，后来就变得更丑，然后就有厉害设计师嘛，变得更厉害，然后厉害设计师觉得说，哎呀。那个是我随便一两个小时做的，我要做一个很厉害的，所以就变成多少钱？现在进入一个，所以就是每个人接着做一点。那这个例子是说，大家应该蛮常看，就是语料的地图，它其实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更新一次。然后其实语料站的资料每十分钟就有更新的，所以那个是我先把它抓下来。那另外一个人，他就把它用一个简单的算法先把它画在地图上，那当然很爽。因为它就是固定一块区块，就是同一个颜色。那放了大概一阵子之后，就有人把它变成超厉害的这个，非常厉害的。然后，那这是这种牌的，就是你把鼠移上去，照每一个色站，它就会变出这样的战力。那还有一个有趣的发掘是新闻小帮手，它是一个浏览器的外挂，就是我们常会看到很多白痴的新闻，然后有时候你不小心把白痴的新闻转出去，然后别人就会觉得你很白痴。比如说月球上发现火。然后就按了转机，对不对？然后隔天就没办法收回来，被大家爆料说这个其实是假的。那所以这是一个帮助你做成避免做蠢事的一个 extension。比如说当你看到假新闻的时候，下面就会出现说，哎，注意，你可能是这个假新闻的受害者，非常厉害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回报假新闻，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不实的报道，比如说记者根本没有查证或是干嘛的时候，那就可以回报。那别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如果装这个 extension， 现在已经有上万人装了。所以就蛮多人就会看到说，而且他会提醒你哦，就是说，如果你昨天看了一个假新闻，然后今天有人回报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说，哎，昨天看了一个新闻，你不要以为真的。那这也是一天内在这个八月的 Excel 做出来，当然一开始没有那么漂亮，就是你可以看到后面有网站界面还不错，就是说一开始它只是一个非常空白的东西，但是功能都有，那后来就有人觉得太丑，受不了，把它改得很漂亮。好，那当然是用 Open Source， 所以大家的。就会觉得，哎，贡献这件事情很棒。
说你可以看某一类的标案，它到底分布在哪一些单位，比如说所有包含云端的标案在哪些单位发放，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很多都是在盖机房，不是真的在做什么 IT 相关的事情。那还有就是 data， 哇，其实研讨会在推动 Open Data 做的其实还不错，我觉得，然后大家他们就是脚步上比较慢一点，很严谨，有一些东西都要考量。但是在去年底，我们其实就有一个 data 的聚集，就是让大家上去问说，哎，他们有哪种资料，或者我已经处理了什么资料，那大家现在用哪种去用？哦，所以它变成一个 Q&A 平台去要求资料，或者是说，那也有人写了 template， 就是说，如果我先要的资料，那我应该怎么去跟公家单位要？那就把这个 template 复制上去，然后说，哎，我想要哪份资料，然后你公司把这个结果也公布在这边出来，所以就大家不会做重复。那也有比较有趣的发展，就是像，如果你现在去苹果新闻的网站，当那个找不到网页的页面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自动的少年的一个协寻的一个发掘。那这其实一开始也欧洲的发掘在已经很厉害，就说大家网站的错误讯息的事情是找不到，就说你网页如果失效啊，有点事情是，他们想说，哎，是可以跟很多网站合作，让大家把这个失踪儿童的照片放上来，让他们就有比较多曝光机会，让大家可以看。那所以这个其实是第一次，就从投资人提出来的一个想法。那但你知道它，就是它其实很简单，做到很简单啊。非常难的是，你要去跟那个什么儿少关怀协会沟通这些东西的，其实蛮复杂的。然后到最后，大概前两个月才正式的提出来，英国人他目前已经有向他们英国新闻的，他们就放在他们网站上。那这个照片没有做那个。没有，但是现在有人有提，对，就是你可以帮他老化，对不对？对。33就是。对啊，33你可以看到，他可能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是啊，那还有就是像流浪动物的认养，它是把各个收容地方都抓下来，变成一个简洁的界面，让你可以去看。那最近比较新的一个，就是帮大家到台中市立的一个妖兽站。对，他去好像去日本考察，然后他的考察报告是叫做三个字。好，那所以其实这个发言大概好几个月也会有人提，就是说其实提的人他也是写的事的，他只是一个就是关心这些事务的人，他就说，因为我们应该把这些就是工人他去哪里考察啊，去然后每次待多久啊，多少人去啊，预算多少啊，都把它抓下来，然后统整起来，看我们最常去哪边考察。那可能就会发现，以前可能是夏威夷可能常去的啊，之类的。OK，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发掘，那这些东西都是在不到一年之内做的。那所以实际参与的人，就是你可以看到 AIRS 上面可能600多人，然后有在我们共同编辑的软体上面有注册发，就是可能有稍微改过一两次，至少改错字可能就超700多人。那所以其实，整个想法很像网络开就是进展的过程。什么叫网络进展的过程？就是我们今天的网络会动，就是有 Internet， 有 HTTP， 你的 browser 可以连到某一个 server 告诉你某些资料，然后上面有现在你可以用到 Facebook 什么这些东西。底下这些标准它的开发，并不是有一个先知或者有一个超强的人，他就说我要 A 要 B 要 C， 然后现在来就是，不是这样，而是说大家觉得。好像应该要有一个可以传文字跟传影像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就来试试看做一个出来，看好用。好用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更多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像，说我们重点是你要有一个会动的程式，让它跑起来，就是让这个东西会 work。然后我们大概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大概知道我们想要的 future 是什么，然后我们试图去 build 每一个不同的 building block。然后好用的话，就会更多人参加，更多人当评审。所以其实临时政府在做的事情，就是写程式改造社会，在政府的
可以想象我们现在